第三只，有，第四只，有，最后一只。军文社记者陈映竹躺在担架上，救难人员确认他的受伤情况，听得出来相当虚弱。好痛，我不要再冲回去了。好，哪里？黑鹰直升机在乌来山区坠毁，位置偏远，又是原始林区，搜救人员步行到坠机点就得花80分钟。紧张。他说左脚掌卡住。好。黑鹰成为一团废铁，陈映竹失事后神志清晰，用手机回报自己脚被夹住无法动弹，也让搜救人员能在最短时间获得坠机讯息，立即出动救援。而另外还有四名生还者，包括刘孝堂、黄佑明、曹静平、周心怡。至于参谋总长沈一鸣、少校侍从官黄胜恒、政战局少将副局长于清文、韩正宏、侯红军、叶建营、刘正富、许宏斌则不幸罹难。山区的所在位置在山区的出口，这边可以看到我旁边的救护车已经戒备好，而且担架也抬了出来，就是因为稍后会有四名伤势比较轻的伤者会自己走出来，送上救护车之后就会送往医院。沈一鸣代表总统前往宜兰冬奥进行春节卫冕行程，现在官兵们却永远等不到参谋总长莅临了。华语新闻郭燕婷、郑凯中、林志鹏、黄运成新北报道。